要點咧，係同大家講咧，煉木人裝嘅目的同埋作用。咁佢目的作用係乜嘢咧？因為你平時你練嘅功法，譬如話穿橋，咁啊穿，或者千字咁劈，咁究竟嗰個作用係乜嘢咧？穿橋、千字啊，或者扣劈。咁呢個咧，你通過嗰個木人裝嘅練習咧，你對於佢呢個技法嘅掌握係會加深一步，實際係點樣？咁第二方面咧，喺個技擊裏面咧，有一個叫攻防距離。點樣咩叫攻防距離呢？其實最佳嘅攻防距離咧就係一隻腳位。咁如果你太過埋，你發勁唔係咁好發啊；太過遠，你又打唔到人，發唔到力。咁佢啱線咧，你要喺呢、這個。在那個當你操裝的時候你是要熟習到譬如剛剛被劈到或者閃身上去的步打到那這個攻防距離呢是要慢慢慢慢掌握。另外呢那個目的作用裡面還有一點就是呢你自己的四肢即是練習者的四肢的夾打能力和關節承受能力因為平時你就練打空拳但你到時你碰撞裏面，你個四肢你撞上去嘅，咁你有一個夾打能力，係增強個能力。咁另外你個關節皮打落去，呢個關節承受得起個衝擊力咧，嗰個踝關節打落嗰陣時，個反震能力點樣接受？咁你通過個練習就會加強咗你個四肢嘅夾打能力，同埋你個關節嘅承受衝擊嘅能力。第三個要點咧係預防損傷。咁預防損傷咧，一般你做任何運動都係之前要熱身，熱夠身去。咁做完運動之後，需要做翻調整運動。咁但係打木人裝咧，佢因為咧佢要碰擊個木人裝，你個熱身咧就更加要咧就要做好呢啲肌肉嘅熱身啊，或者個關節啊個柔韌啊，做翻到呢啲咁樣先得啦。咁另外有一點咧，需要注意咧，係要嚴格遵守呢個微量遞增嘅原則，因為有一啲年青人一落去，哇，搏命乒乒乓咁打，咁有陣時咧，你太過用力咧，而你自己本身你個夾打能力啊，你自己啲橋手嘅力度未有咁好之前咧，咁好容易碰傷。咁所以開頭其實唔需要大力嘅，譬如話慢慢一個一個咁去插。或者在这个桩里面做一些的攀掌啊或者击拳啊慢慢慢慢承受到的能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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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去增加。咁另外仲有一个窍门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碰到桩的话你可以再去将它翘厚一点对啊，或者甚至呢找一些绷带扎住自己的手啊，咁你打落去的时候很容易受伤，咁慢慢慢慢练到你有功力的时候就去插下去。咁另外咧，係傳統呢個無人裝法呢個教授裏面咧，好多時會乜嘢咧？係練完之後係會有一啲嘅洗藥俾你自己去洗，洗咗之後咧再做一啲調整運動，等啲氣血循環，咁樣咧就會比較快脆啲去恢復，咁咧冇咁容易去受傷。預防損傷裏面嘅要點裏面咧，重中之重係乜嘢咧？係預防，因為咧我哋唔係話教你哋去治療損傷。因為咧喺個中醫嘅醫學裏面咧係治未病，咁所以咧係預防勝於治療。喺過程裏面，你嚴格遵守頭先呢啲咁嘅規則嘅話咧，盡量避免損傷，就唔係話教你哋打傷咗自己要點樣去醫。當然打傷咗之後會去醫，但係咧盡量避免唔好損傷。